嗨，各位，我又回来呀！今天中午忘记拿来甜品，结果是巧克力奥利奥嘞，甜呀，很，至少都是一斤这东西，很扎实。前几天买了一个泡芙，然后里面有那种奶油嘞，这个倒不介绍嘛。哎，开搞开搞，那朦胧还是很少吃的，搞一下。嗯，也是巧克力味道嘞。啊，沾实验。没那么脸蛋的，全是动物奶油，非常轻盈。最后两个，嗯。外面是那种麻薯的皮，然后里面也是动物奶油的。哇，这混合口味太香了，不晓得哪个想出来的。